peace and love。 总部，你看到人类的决心了吗？我看见了，还蛮感人的。那你是不是可以回去，我们不要发射炮弹了，给他们一次重建家园的机会好不好啊？我千里迢迢来，几根荧光棒就让我回去，凭什么？这是手机灯光，你瞎呀？酒瓶我也不走了，我决定跟人类共患难。威胁我？对，我就威胁你了，怎么样？有种你连我的飞船，连我，连大家一起轰掉啊！这么小的飞船我也不想要了，我都怀疑他加柴油的。去你的吧！你死不死不重要，但是我想要那块匾号。哇，你这个变态！我死了烧给你好不好啊？0717号，在。你违背了星际守则，没能完成指定任务。试图贿赂长官和素质低下等罪名成立，你被判处放逐宇宙100年，剥夺福利分房，取消养老保险，你接受吗？我不接受，我没有养老保险，以后我老了没人扶我怎么办？让来不能接受，我们就继续摧毁地球。哎呦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哎，商量商量好不好？哎，扣我一半，扣我一半好不好？啊，就扣一半。同意了，同意了。记得给我秒，守住我们。